送体验饮料，打卡送饮料。亚洲美容保养生技保健大展内竟然有手摇饮摊位，民众排队就是为了要喝这杯香甜莓果风味的粉红洞洞，还有取名为不醉长岛的调饮。原来这是业者结合自身机能性产品制成的手摇饮料，方便民众饮用补充营养。每天下午两点的时候会推出限量的饮品优惠，只要来到我们的那个摊位前面就可以拿到两个不同的饮品，那是利用我们的产品去打破一般人对保健食品就必须要吃的好像在吃药的感觉的方式，我们是可以用饮品的方式来补充我们身体上面的能量。这个饮品因为牛像我们的一系列有个饮品两种，一种是牛樟子系列，一个是瘦的系列。牛樟子系列的话呢，因为一般的既定印象都觉得苦苦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这边有特别的调味，所以呢，非常喝起来非常顺口，有别于一般人觉得牛樟子很难入口，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剂型当中的特别，在原料上面有特别的调整。一般对于牛樟汁会有那种菌菇类的那种比较潮湿的那种口感，比较苦味，那我们把它做成凤梨风味的方式，让一般民众可以比较好入口。那也可以在平常的时候加入比如说红茶等等的像一般的饮料来做饮用。粉红拿铁的部分呢，里面有膳食纤维，然后还有一些蛋白粉，还有一些蒟蒻粉，那这些都可以让你有一些饱足感，那轻松无负担，而且我们的原料我们里面的成分也有美颜的效果，所以在你就是想要喝饮料的同时，我们又是比较属于低卡的，那又有饱足感，可以让你就是取代我们平常想要喝手摇饮的那一种感觉，可以当做手摇饮来替代。而且我们做的口味是属于莓果口味，那用冷水然后加冰块或者是用牛奶冲泡都可以。这个比较适合上班族，他们可能久坐，然后呢下午时间呢可能会因为要点一些手摇饮，可是借着我们这样的饮品呢，它热量很低，不到70大卡，所以它的饮用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是粉红色的，喝起因为有莓果，所以颜色又是粉红色的，所以在办公室当中呢可以享受饮料过程当中，也不会让他发现到他其实是在减肥的，但是它这个部分就是让你觉得在瘦身或是在控制热量的时候呢，是可以美美的，很优雅的。业者开发适合台湾人的保健品，同时采用台湾在地原料，主打的产品期盼可以取代高糖高负担的手摇饮，让民众轻松食用，摄取保健产品更简单。我换好了。那你要美颜的吗？还是你要？你喝这个会更漂亮。真的吗？是，哎，够漂亮的。对，那我们这个果冻啊，它是针对在我们肠道机能的保健，如果你吃了隔天颜色比较深，味道比较重，都是正常的哦。是，好，谢谢哦。那刘志针对在我们今天体力的提升，喝的精神会更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喝吗？注意再见。牛樟汁系列的话，我们有两种剂型，一种是胶囊型的，一个是液态型的。好，那胶囊型的话呢，就方便每天就是固定的服用保养身体，那液态型的那个意思随时可以就口的，这个部分是携带方便，随时呢我们下午时间如果觉得疲累就可以随时饮用，方便饮用补充体力。再者呢，如果晚上有小酌聚会等等的话呢，这部分喝的这个牛樟饮之后，对你隔天的宿醉有缓解，这个是我们这个在牛樟这部分的话呢，可以有这个两种功效。另外补充一下，像牛樟汁的话，过去一般人对于牛樟汁的印象就会是属于可能有毒素的产生。那我们在实验室，我们经过特殊的培养方式，那而且这一支产品是透过美国 FDI 的 NDI， 所谓 NDI 就是新膳食成分的认证，那代表这个是无毒的，是可以安全使用的。对，这目前在台湾的话是没有人通过这美国 FDA 的认证。那同时呢，我们也有取得小绿人健康食品认证，所以这台湾的健康食品认证加上美国 NDI FDA 的那个的认证，所以这样子的是非常有安全性，消费者可以放心的使用。这次亚洲美容保养生技保健大展规模盛大，集结250家厂商，破700个摊位展出。
包含众多保健饮食品代工大厂、主题馆与创新保养业者，共同守护民众的健康保养。记者温俊台北报道。